一粒种子可以种出啲咩？一粒种子可以种出一棵树，可以种到一包米，可以种出成个观塘区。唔系，我系讲紧观塘区一个花圃啫。想知道佢点样从小苗出发，千祈唔好错过啦！一入嚟呢一个花圃，就见到个咁有特色嘅农舍木屋，好有田园风味啊！呢个由嫩芽拼砌嘅心形花圃，好浪漫啊！睇完个杜鹃花海，系咪好兴奋呢？我哋仲可以睇埋其他花噶。从小苗出发就可以睇到观塘区的特色花圃，但原来从网上花展出发，仲可以睇晒成个花卉展览的所有花圃设置噶，加埋互动游戏、花展 WhatsApp 主题贴图同埋18区园圃有奖投票活动，咁多嘢玩，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！